你不说奥特曼不干活你就不干活吗？想吃菜，管奥特曼要去。一个男子汉说话要算数。如果你吃了这口鱼，如果你吃了这个菜，那你就是厚脸皮。我不吃了。哎，长乐，长乐，你怎么？你干嘛呀你？你真是的你，让孩子知道错了就行了呗。真是让你吃干米饭你吃啊？这老话不说了吗？惯子如杀子啊！你在家里头你惯着他，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。 假如以后他长大了，走向社会了，谁会让着他？谁会惯着他？你从小不给他立规矩，那将来以后长大了，这个人还能要吗？所以说，从小你要给他养成好的习惯，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应该说的、不应该说的，应该做的、不应该做的。这你还不懂吗？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说呢，薇薇？我支持你。 爸，我觉得你其实说的特别对。也发邮件了，快吃饭吧。一顿饭他不吃，饿不坏他。 看见我在拖地啊！一会儿你那个宝贝孙子嘉乐要到我们家检查卫生的。你干净死掉了是吧？是啊。洋洋啊，爷爷打扫的真干净，对吧？是。已经干净的有点不像你爷爷的家了，你说对不对啊？这哪里到哪里啊！你等我一会儿彻底搞定了，会一尘不染的。我告诉你。 瑶瑶，去到自己房间去玩啊！我跟杨奶奶有话要讲的啊。是杨外婆哈。好。呀，真听话哎。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现在怎么变了？你变得都让我已经看不懂你了你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了？ 我怎么了嘛？你怎么了嘛？你，哎，我千辛万苦，千挑万拣，我给你找了一个要人品有人品，要相貌有相貌的人，你干嘛你、啊？为这件事情，你看又来了。什么叫又来了？我说的不对啊！你说于老师的条件哪有的选啊？我让你去干嘛来着？相亲啊？你呢？认妹妹去了。 你不要打我呀！我打你呢！啊，合着我千辛万苦，我满世界，我就是让你去找妹妹的。哎，我说淑华，你不会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登门向我兴师问罪吧？我就是来跟你兴师问罪的。你说，哎，现在哎，找一个合适的老伴儿有多不容易啊！啊，我给你找了两个，对不对？嗯。啊。 你说除了我还有谁一下子能找到两个啊？只有你。对啊，就是有我啊。第一个刘大夫，你怎么来着？我跟他讲我有神经病。你还笑得出来？你有神经病的你。第二个于老师，你又干嘛来着？我说他像我失散多年的妹妹。你还跟我笑呢？你在这儿，你有毛病。 你啊，你脑子真的是进水了！你是不是就想一辈子打光棍？是不是？你小点声啊！我声音干嘛？我小不了。哎，淑华，你听我跟你讲啊，结婚这样的事情是要随缘的，不能是随便的吧？我随便给你找的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哎呀，老闺蜜，别着急，坐下来消消气，好不好？我不坐。 我站着气可以顺一点。哎呦，站着火气往上冲的，怒发冲冠，站着气更大。听我的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来吧来吧来吧来。你看，不信。我可以坐下吗？你想坐不啦？啊，当然想坐的啦。你看你这个眼神，你是让我坐还是不让我坐？这个姿势是很难过的。坐下。嘿嘿嘿。 哎，淑华，最好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我，你看看，汗毛孔都起来了，哎，哎呦，令人毛骨悚然呐！说实在话，如果晚上你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就会吓死的。你不要等到晚上，我白天就想掐死你。干嘛？你讲啊，你讲啊。我不讲啦。不是，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人？你觉得是合适你的？ 淑华，你又来了，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替我操心了，好不好？你废话嘛！哎，我不替你操心，谁替你操心啊？你讲讲看呀，老实说，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人？你告诉我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什么样的女人都不适合我。不可能。那好，如果我说出来啊，你不要误会，也不要生气啊。 那我就告诉你，我要找的女人呢，条件真的不高。第一，理性、大方、睿智；第二，坚强、严谨、端庄；第三迷人而不缠人，自信而不能自恋，执着又不能偏执。哎，懂我意思吧？懂的呀。好。 你要求真的是不高哎，就是的。你在选什么呢？选总统还是选那个将军啊？啊，要求呢，确实不高。是啊，但是这样的人呢，也确实没有。怎么会没有呢？这个人真的有哎，这个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这个人就是你哎。啊，我啊。 对啊，哎呦，我不知道嘛，我有那么多的优点啊！哎，淑华，你真的在我心里边，你既是太阳又是月亮啊！你有毛病！哦不，你很完美的。你看，我刚才讲了吧，说怕你误会，不要让你生气，你非得让我讲。现在讲完了怎么样？你看看，你又是误会又是生气的。好，那既然你听懂我的意思了，那我就实话跟你实说啊，你在我心里真是一个完美的形象。 啊！但是我对你啊，真的没有那个万分的一点点的非分之想，嘿，因为我很清楚啊，你是名花有主啊，渊博呢又是我的老哥们儿，哈哈，所以呢，千万不要误会。不过，我要找女人的条件还真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你不想让我继续打光棍，继续为我介绍女朋友，条件是不能降低的，必须像你一个样子的。 你干耳背我你啊！你看你刚讲好了，不要。你能不能现实一点你啊？就在这儿平的在这儿跟我。我怎么是平呢？我讲的是心，讲的是实话嘛。所以啊，你也明白我的条件了。既然不好找，就不要找了嘛。哎，我继续打我的光棍。哎呦，打光棍好奇妙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淑华，一旦渊博有一天掀你而去，你也要打光棍。闭嘴你！ 你个乌鸦嘴！你，渊博身体好着呢啊！再说了，要走，我跟他一块儿走。哎，你们俩真一块儿走，必须叫上我啊！不带我，那我得孤独死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要跟你们去啊！到了那边，我继续当电灯泡啊！不，我继续跟渊博下棋，然后跟你拌嘴。哎呦，好开心呐！不然的话，把我一个人丢到这里，我好寂寞，我寂寞的要死了。 我就让你孤独，你不是不找吗？我就让你孤独。讲这样的话好让人伤心呢。看到我孤独，你高兴了？嘿嘿，其实我一点不孤独，哦、我有老闺蜜啊，我有陈元博，想想就好开心呐。好了，不要讲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不想找。是啊，现在这个样子蛮好的嘛。谢谢了。我得看看瑶瑶干什么呢。哎，不要这个样子嘛，干嘛嘛？去，赶紧啰里吧嗦的，真是。哎，我给你倒点水啊。 心疼大孙子了？晚上没吃饭，到现在没上厨房里偷东西吃去。偷什么东西啊？自己撅着小嘴在那玩积木呢，谁都不理。吓得！哎呀，小兔崽子这脾气有点像他爷爷啊。就是，就这点像你。哎。哎呀，怎么着？ 说没人听了吧？啊，让你嘚瑟！什么五一节大扫除，哼，舒坦啦？啊，那家乐真生气了，你看又不吃饭，到时候饿坏了看你怎么办？小孩一顿饭不吃，饿不死啊！不是的，你这儿媳妇也生气了呀！你到时候这事让亲家母知道了，还不得数落死你？她数落我，我还想数落她呢。你看把孩子惯成什么样了？ 一个小孩做点家务事，能把他累坏了？能把他累死啊？动不动就耍小孩子脾气，动不动就甩脸子，你惯成什么样了都？睡觉。哎，你别直挺挺的呀，你起来盖点被子来。不盖。关灯。 开灯。哎呀，又干嘛呢？尿尿。平常很少笑啊，今天这个笑模样让人看了怎么心里发毛啊？咱有些事儿咱过去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别什么事情啊？啊，你不是说那个吃橘子的事儿啊？那就好。哎，你觉着我有这么好吗？啊？ 哦，你真的挺好的，不过这个好啊，看谁来欣赏，是不是？我估摸着这个世界上能够欣赏你好的人呢，挺少的，恐怕只有我一个。不一定啊，会有很多。谁呀？你知道那个天德为什么不找老伴儿？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 因为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女神，女神，电视上的，电视上的算什么呀？不作数的啊，现实生活当中的。哎，我怎么没听说这天的身边还有一个叫女神的呀？啊，谁呀？到底是？我。哎呦，他说他喜欢我这个样子。哎呀，这天德是啥眼神儿？这是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啊。 没有，我是说他眼光不错啊。哎呀，还女神呢，多大岁数了，害不害臊啊？吃醋了，哼，心脏开始蹦蹦蹦蹦蹦跳了吧？蹦蹦蹦蹦蹦蹦，我吃醋那也得分跟谁。还嘴硬呢，还嘴硬呢。我跟你说，老陈，要不是你心脏有问题，我还想逗逗你。人家天德是正人君子。 啊，那个，一直把你当老大哥，跟我也是同学的友谊。人家只不过是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女人，啊，他要找一个老伴儿，也要以我为标准。哟，你说这天德，他喜欢什么样子都不行啊，他偏偏……这什么叫偏偏呀？那为什么你就不会欣赏我呢？你看我在天德眼里面，啊。 女神完美圣洁，不到你的眼里，为什么就全是缺点啊？为什么呀？人无完人啊，人无完人，谁都有缺点。我没有，我就是没有。你应该说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对，西施，是，你是西施是吧？是吧？是的。 一个人就得爱慕基督，爱他的一切。老陈，你自己想想，你这辈子娶了我，你是不是心里面偷着乐在那？啊，你想想看，我年轻的时候追我的人多少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就是现在，就我这个年纪啊，我在我们医院里面，论相貌有相貌，论气质有气质，论业务有业务，论级别有级别，绝对是属于出类拔萃。是。 我跟你说，我一般我不愿意跟人家比，但凡我要是跟人家比啊，我立刻就把人家比。怎么不说了？我说不下去了。你那眼神干嘛呀你？没有啊，我眼神怎么了？我跟淑华呀，我对你那真是心悦诚服啊！你说，我娶了你。 我真的是偷着乐呀！我乐，我乐的真的是合不拢嘴儿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把它说说清楚行不行啊？啊！真讨厌！说也说不清楚，说不清楚啊！你说不清楚就睡觉。 要不我给你打针？嗯，那你不是你说女神，女神，不服气，女神。哎呀，王东，王东。 几点了？你们娘俩在这干嘛呢？我们俩肚子饿了，弄点面条吃。对，饿了。啊，你饿了？啊，我看看你做的啥。面条。我看看。 我也饿了。爸，你怎么给吃了呀？给家乐做的，你怎么就吃了呀？哎，给孙子做的，你吃。薇薇啊，我为什么晚上没让他吃饭？我是想告诉他，一个人不能不劳而获，要劳动才能有饭吃，对吧？ 他跟咱赌气，他回去了。你现在煮了一碗面，你进屋拿给他，你是不是得求着他吃？然后他就知道了啊，我没错，是大人错了。我要错了，他能给我饭吃吗？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坏毛病。再有一次，这坏毛病就变成了坏习惯。再有一次，这坏习惯就得带他一辈子。这把孩子就坑了，你知道吗？ 小孩一顿饭不吃，饿不坏啊！爸爸都60岁了，教育孩子有72套呢。你放心啊，你放心啊，没问题。吃孙子的面条啊！撑死你个老糊涂蛋！嗯。 来，起来，别睡了，起来！不是你心这么大呀，真能睡得着啊！你爸就是个军阀、独裁者、法西斯海瑞。不是这大晚上的，你梦游呢？我梦什么游呀？我给咱儿子弄碗面条，我怕他饿啊，饿的都没睡觉。你看吧，爸在外边吃面条吃的那叫一个香，干嘛呀？什么意思？你知不知道海瑞有个女儿？ 就是因为拿了人家一块饼，就把女儿生生关在屋里面，给饿死了。爸啥意思啊？是不是也要把我儿子也饿死啊？啊？哪儿跟哪儿啊？说啥呢？什么说啥呢？王总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说，爸手段真的太残忍了。人家监狱里的犯人还让亲人送饭呢。我给我儿子弄碗面条，怎么了？爸给吃了。那就再弄吧。 你去弄，妈妈，就算你送来，我也不会吃，因为我的忧伤不是一顿饭就能解决的。哎呦，这怎么也不睡觉啊？不是你们一家都是夜猫子是吗？哎，行了，咱不睡了，睡觉吧。好饿，好饿，起来，出去看看，一会儿别跟他爷爷再干起来，快！爸爸的碗筷，妈妈的碗筷。 活了，我可以有菜吃了吧？嗯，劳动就有饭吃，就有菜吃。那吃完了，谁擦桌子？我擦桌子。谁洗碗？我洗碗。谁拖地？我拖地。吃饭。那你再给我加三杯小黄鸡。都是你的了，先吃饭。谢谢。快来，大孙子，饿坏了吧，宝贝儿？快快快，奶奶给你剥的鸡蛋可好吃了。是的。不，蛋黄那么黄啊！你吃吧，真有营养。 嘉乐现在在家啊，那小书桌全部自己收，被子全部自己叠，就连家里那垃圾都归他倒。我来的时候正看帮奶奶扫地呢。哎呦，我们嘉乐连地都会扫了。那他现在表现这么好，给没给他点奖励呀？有呀，贴一面小红旗。红旗？ 就是那个小学生作业写得好，完成的好，老师就在作业本上面贴一个小红旗，这以表鼓励，贴一个小红旗，天天在家跟他爷爷晒着正红旗。是你说孩子表现得这么好，啊，就鼓励一张纸啊，你总得要给点实际的吧？啊，嗯，不是妈，那您奖励人民币不成啊？啊，不是，爸，我跟您说啊。 你记不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老师要是给我一朵小红花，我能美上好多天呢，特别管用。小孩不就是这样吗？对，嗯，我倒是觉得啊，这次老王干了一件靠谱的事儿，嗯，是吧？你说我们家乐什么没有啊？那玩具堆得跟小山似的，要多少有多少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你再奖励他玩具啊，他也不稀罕，他不在意了。 倒是精神上的鼓励，这样能提高孩子的荣誉感，是吧？这个比那个光奖励物质要强。哎，小薇啊，回去转告你公公啊，要表扬，要表扬咱孩子，表扬家乐啊，这个才是孩子最需要的鼓励方式，是不是？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嘛。爸，是不是？这个咱俩一条战线。嗯，哎呦，还有点疼呢。 你那个时候有进步，妈妈除了精神上奖励你，那小裙子我也给你买了不少啊。妈做的都对，妈肯定做的都对呀。嗯嗯嗯，啊，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呀，精神上的东西孩子们欠缺，就应该多给孩子灌输一下这种。话说的太多了啊啊！快吃吧，爸。吃不吃啊？那个你也吃点这个橘子，那微微买的橘子挺甜的。你要不吃的话，赶紧躺下来了啊。 我都想起来了，我能不能起来什么呀？啊，躺着，说话说多了，气儿就漏掉了。哎呀，牙！哎妈！哎呀！哎呀，爽！哎呀，我们家乐进步啦！您看坐这可以吗？啊，好。好。哪位来点单？来，咱得看看。 我们是重庆火锅，能吃辣的吧？我给您推荐一下，我们这有带溪青鱼，是我们这的特色。来，你找这么一个高挑漂亮的，长得跟模特似的，这合适吗？这不挺好的嘛，有什么不合适啊？哎，你看看，这就像我们店的门面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许给我打门面的主意。我哪儿敢爷爷看看，在这儿，爷爷跟着学学。学什么呀？动作那么慢。太极就得这么慢。啊？太极就是要慢，以柔克刚嘛。什么叫以柔克刚？以柔克刚就是你拿拳头打我的时候，我就拿这个，啪一拨，哎，就把你打败了，知道了吧？爷爷，那要是太极碰上机关枪，那怎么办？太极碰上机关枪，那就是撩啊。 撩，头都不要回。什么叫撩？撩就东北话，跑的意思。哦，爷爷，还是枪厉害，太极不厉害。太极也厉害，没有机关枪，太极最厉害了。藏宝图，爷爷，我们去挖宝吧。挖什么宝？我在这学习打太极啊！我要没带这个锹，上哪儿挖去？自己玩去。我聂瑶家有那个什么你说的铁锹，我去找聂瑶。啊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去找聂瑶玩去吧啊！ 拜拜，拜拜。啊，挖宝去了！哎，来了来了。哎呦，是家乐呀！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，洋洋，看看谁来了？你好朋友。哎，聂瑶，你快看看藏宝图哎！ 哇塞，有水晶花仙子，好多亮晶晶的大宝石哎！家乐哥哥，这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哎，这个是从天上飞来的。我不信！哎呀，我们赶快去吧，要不然宝藏就被别人挖走了。爷爷，跟我们一块去挖宝藏吧！哎呀，爷爷在工作嘛。哎，你爷爷呢？楼下。让你爷爷带你们去啊！啊，快去快去！ 哎，挖宝藏得用铁锹，你把你家铁锹带上。好嘞。啊，老爷，等我们挖到宝藏回来给你取媳妇啊！不许瞎说啊！哎，注意安全啊！哎呀，让我挖宝藏，挖宝藏，挖宝藏。 去哪儿了？可能是回家吃饭了吧。那怎么办？藏宝。你要是再去晚了，宝贝就被别人挖走了。哎，鸟，我认识路，我老爸带我去过，我带了手机。要是我们迷路了，就打个电话。太酷了，我们走！天哪，这不是就像默默？哇，他身体不好，不能让他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。但是我们得够朋友，回来把宝宝分给他吧。好，时间宝贵，回来就告诉爷爷，不能再犹豫了。出发，走！哎，来了！ 你呀，啊，跟儿子视频呢？没有，给他找点资料。哎，嘉乐和瑶瑶呢？不是在你家玩呢吗？没有啊，我刚才让他们俩到楼下找你去了。哎呀，你也……哎呀，这事儿整的太闹心了。别着急，也许在你家呢。 扭蛋塔，祝你们好运啊！走，哎，这个小铁锹，阿姨帮你保管吧。好，好，嗯，祝你们好运啊！拜拜，再见。瑶瑶，咱们老师家怎么给弄丢了呀？家乐是在狗老师家丢的，你这怎么还怨上我了呢？哎，老王，你不要这么讲好不好？哎，家乐一开始是在我家，但是家乐带着瑶瑶强烈要求去找那个爷爷，这个爷爷不在楼下等着，你不要跑到楼上来，走两岔了吗？ 我也不知道他们下楼要找我呀！再者说了，他们下楼找我，你也得跟着呀！你现在把我大孙子整没了，把你孙女也整没了，我看你咋解释吧你！我怎么办？我……哎呦，我电话哪？薇薇，我电话用你干嘛？你要给家乐打电话呀？电话在我这儿呢，这不……爸，你怎么家乐电话在你这儿？人这是给孩子配的。这个东西不是有辐射吗？我一小孩装着不好，就放在我兜里头，我扛辐射呀！哎呦！好了。 大家都要冷静，我给领导打个电话。郭老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干啥？汇报工作吗？干啥？真是。喂，啊，淑华，我是天德啊。哎，你要冷静啊，你不要着急啊。有一件事情我给你汇报一下，是这个样子的。你的亲家老王把家乐给搞丢了。哎，郭老师不带这么玩的呀。 幸福，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，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。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，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，小乖乖，靠近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，你乖。萌萌的表情。 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，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，你乖。眨一眨眼睛，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 找幸福，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，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，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。 乖不乖？我乖，你乖。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，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，你乖。眨一眨眼睛，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